喂，邱总。盛夏跟你在一块吗？我们俩在一起呢。 起来嘛！怎么了，美女？和咱们又吵架了？心情不好啊？陪哥玩玩？你干什么呀？你？跳舞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去香卡游呀？装什么清纯呢，美女？ 知道吧。Come on, baby, look, I'm sexy. Come on, baby, look. Look, I'm sexy. Come on, baby. 你是常客呀，你经常跟这儿的女孩说 "This is my lady" 吗？我经常跟那个老外说，来解救一些他想诱骗上床的女人。看得出来，刚刚那一幕英雄救美，演得很熟练。不熟练不行，总有一些呆头呆脑的女孩不适合这儿，还想在这儿找刺激。 我就是来这儿找刺激的，你不是说我生活太压抑吗？不是老讽刺我吗？我就是来这儿找乐子的。我要来这儿找一个愿意配合我的人。你跟我赌气没用，我是提醒你，怕你吃亏。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，我们是合作关系。但名誉上我们是夫妻，我担心你在这种环境下被人糟蹋了。你要不想看到我被别人糟蹋了？ 你就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办，明天陪我去医院，陪我去做一个试管婴儿。这件事不一样。咱俩没什么可谈的。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？什么办法？ 我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。那就按我们之前约定的办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说了想办法一定会想。我们约定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我没有考虑到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我一定补偿你。你能给我一个孩子吗？ 别废话了！哎，人呢？盛夏，盛夏，盛夏！啊！你好。邱总。
你不走啊？你说呢？你说走我就走。一起走吧，别从头来，不安全。 邱总，我到了，你靠边停一下吧，前面。邱总，谢谢你送我。不客气。盛夏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先别走。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什么答案？关于我们。 还有，我们这段所谓的婚姻，还有你内心所思所想，我真的想知道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好。那你现在想？非要现在吗？对，因为我想知道。 能给我一个孩子？孩子应该在双亲的关爱下健康成长。我们不能破坏这个自然规律，让孩子一生下来就缺失一方的爱。我可以用更多的母爱弥补他缺失的父爱。你再多的母爱也代替不了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角色。